怎么了？我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有什么脸过来看的？我早就告诉过他，他的身体条件根本就不适合风云道馆的训练强度，所以我才让他离开的。你别再给自己找借口。要不是你说适者生存，要最好的，他才把自己练成那样。 把你的东西拿走，我告诉你，星耀不会原谅你，我也不会。你再看看你，就像是个被风云踢出来的废物。你毁了星耀，你也毁了你自己。但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用什么狗屁方法训练百草。 身体太弱，这个训练不适合你。你走吧，风云道馆的训练强度太高，你适应不了。教官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你不能留在风云道馆，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。现在，立刻去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离开这里。不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你把我留在这儿，我不想走，求你了。 对不起，我有没有撞到你哪里啊？你哪儿疼吗？对不起，姑娘。
我们好像哪里见过啊，姑娘，我看你像好心人的样子，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流浪到这里，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你有没有地方能够收留我？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像骗子？我真的没有骗你。 好几天都没吃饭了。嗯，你打算收留我吗？那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给你买红薯啊。等等，我不吃烤红薯。为什么？你不是饿了吗？ 我饿了也不吃红薯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总虐待我，他们吃好吃的，只准我吃红薯，所以我在外流浪也不想回去。现在一看到红薯，就想到他们欺负我的样子。 你别再难过了，你现在想吃什么呀？我真的可以说吗？当然啦。猪蹄儿。哦，行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来，认点猪蹄儿。不过有点油。 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容易闹肚子。我给你买一瓶小乳酸，你要先把这个喝掉，对肠胃好。你真的没事儿啊？行，那我还有急事儿呢。如果你去医院的话，你就去松柏道馆找我，我叫七百草，记住了吗？吃吧。 那我先走啦。对我这么好的恩人，为什么要在松柏道观？天啊，为何要如此对我？ 总算找到您了，教练，您的腿没事吧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找您回去啊，您突然不见了，大家都很担心您。会有人担心我？ 大家不是更应该担心你吗？担心我？担心你会不会被我的训练惨无人道的折磨，从而伤害到你自己？你的廷浩前辈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个魔鬼，有着不管别人死活，只管输赢的铁石心肠。教练，您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因为你现在还需要我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能帮你打进世青赛，能让你见到你的弱白师兄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现在对你还有点用，对吗？教练，您为什么会那么想？方廷浩不是告诉过你我是个冷血动物，所以现在是我离开最好的时候。世青赛的事情，我想方廷浩可以胜任。长安教练，我不管您跟廷浩前辈有过什么争执，我来找您回去不是为了让您训练我。 也不是要让你帮我拿冠军，我是来找您回家。
说回家。嗯，回家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孤儿，现在松柏就是我的家，松柏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，你也是。你是说家人？嗯，家人。所以现在，请您立刻马上跟我回去，走吧。啊！教练，您的腿。你确定要我跟你回去？嗯，确定。不会后悔？当然不后悔了。上车。力量这么差，看来训练还要加强啊。教练找回来吗？嗯，我估计够呛，他那么难说话。难啊，嗯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来。百草，常教练好。你们都在等我回来。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们教练，你们不怕我的训练太残忍，让百草让你们大家出危险？您会吗？不会。那我还怕什么？常恩教练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给你买的唇膏。这是我买的茶叶。这是我给你的小熊。这是我给你的，你的呢？我的在这儿呢，我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坚果最好了，既营养又补脑，这是我特意买给您，请您一定收下，比他们的都实用啊。秀达，你是真抠啊。今天的训练呢，谁让你们偷懒的，倒立半小时？不会吧。不过不放仙人掌了，真的真的。常教练好，常教练好，常教练，常教练，常教练好。下雨了，这把伞给您，我们让人扔一把。对，我们让人扔一把。行了，好了，等一下，教练，你以前不是跟方廷浩一样，不希望我留在松柏吗？现在怎么改变主意了？为什么突然态度变化这么大？嗨，是百草说服了我们。我去找他。哎，百草，百草，我觉得廷浩前面说的有道理，毕竟陈教练以前发生过那么大的事情，是现在再重要，那也没有你重要了。他要走就让他走吧，就不要再找他。不能这样的，小明。
你们还记得吗？在我战胜加藤小找签名，我是他经纪人，都给我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！怎么了？这么热闹啊！你别光顾着看热闹，快来帮忙呀！啊！哎，来来来，那个拿一下啊，交给你了。咱们签名。这帮孩子，这干嘛呀？这是。啊！刚才那么热闹，那现在一个声音也没有啊！你红了，连写你的书都有了。我本来还挺开心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做名人也挺烦的。我们还是赶紧回去训练吧，马上就要去日本参加挑战赛了。我觉得离开暗阳一段日子，应该就没有那么多人追了吧？你想得美，到时候人更多。累死宝宝，跑得这么喘，补充点能量吧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做名人也挺累的。哎，看看看看，百草现在的新排名，现在排名第几位啦？升了升了，连升三位，太棒了！这次去日本参加美少女挑战赛总决赛，我预计小草的名次绝对能提升五名。耶，小草草。这次暗阳赢了很多奖金，我们道馆所有人一起去日本，都没问题了吧？哎，度假兼比赛，完美！要是奖金都没了，他说都没了，没了啊？那么多钱呢？怎么就没了呢？我把他们寄给若白师兄的爸爸妈妈了。
若白师兄的爸爸生病需要很多钱。不对啊，百草，我们也给若白师兄的爸爸妈妈寄过钱，但都被退回来了。对啊。哎，你是怎么寄的？匿名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以后我也这么办。我们可以不去，百草和长安教练得去啊。这路费和食宿费可怎么办啊？对呀。啊，嘿，这还不简单？现在有这么多赞助商想要赞助百草了。可是小莹，我得抓紧时间训练，没有时间去参加那些商业活动的。那也没关系，我还有好多零花钱，我全部给你做路费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对，百草，我们大家一起给你凑钱。百草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谢谢大家，等我这次比赛拿了奖金回来就还给你们。就算我拿不到奖金的话，我也会打工赚钱的。呸呸呸，什么叫拿不到奖金？我们就是冲着冠军去的。百草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。 We are family, family, family. 你跟我们客气什么？就是这笔投资绝对不亏。哎，大家注意啊，从现在开始每一分不必要花的钱咱们都要存起来。嗯啊，拒绝浪费。我还知道有一个网站啊，卖去日本的机票最便宜了，等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秒杀，能省一大笔钱呢。哇，还有一个星期才启程，我就趁这段时间去打工赚钱。这次就对不起了，大家不能一起去了。没事儿。怎么办呀？差老远了。嗯。嗯。合同没什么问题了。好的，方总。方总。嗯。你有客人到。是啊。嗯。停好，请位。小银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啊。喝点什么 ？Coffee, tea, or Coca-Cola? 橙汁儿。橙汁木有，再来杯椰汁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挺好，前辈。百草不是要去日本参加美少女挑战赛的总决赛了吗？我们没有经费。之前安阳站的冠军奖金，百草已经全部寄给若白师兄的父母了，所以我就来找你，想问问你，可不可以给我们赞助点路费？你就当是投资，等百草拿到奖金以后，我们连本带利还给你。啊，这个利息的话，就按照一个人3000。我拒绝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投。啊？你拒绝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都很关心百草的吗？正是因为我关心百草，所以我不想让她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。我不想让她变得像长安一样，一看到比赛就热血沸腾，满脑子只有胜利。真的又去找天浩前辈了？嗯，我们怎么能又去麻烦天浩前辈呢？哎呀，百草，你先别急嘛，
廷浩前辈没有答应。我去找他，我就问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投资，赞助一下我们去日本的经费，以后我们连本带利的还给他。可是他立马就拒绝了。当然啦，廷浩前辈又没有义务帮助我们。其实我们慢慢想办法，已经差的不多了。我不是不想大家那么辛苦吗？还差一大截儿呢，怎么办呀？加上这个也不行吗？我全算过了。教练来了，欢迎教练，教练，教练。再加上这些钱。这个是？这个是冰雕的钱。冰雕的钱？哦，我怎么忘了呢？有了冰雕的钱，我们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可以去参加比赛了，百草，你可以把我们松柏的光荣发扬光大。长安教练，谢谢你。开始训练吧。长安教练，您不会是害羞了吧？哎呀，不用害羞，我们感谢你是应该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训练。是不是想挨罚？
谢。你好，请关注我们松柏道馆，谢谢。你好，请关注我们松柏道馆，谢谢。谢谢小莹。小莹，谢谢你。小莹，你给我喝小酒酸，你可真贴心。这是我应该的恩人。你谁呀？是我呀，恩人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小乳酸，猪蹄儿，小乳酸，猪蹄儿。啊！你现在想吃什么呀？猪蹄儿，猪蹄儿，小乳酸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你啊。嗯，今天非鱼来报猪蹄儿之恩了。以后非生吃你的人，死吃你的鬼。没什么呢，一份猪蹄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可不行，我们习武之人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一饭之恩当衔草接环，感恩戴德，永生难忘，恩人。啊啊！不用了，我说了没事的，恩人，没关系。恩人，恩人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不要再追我了，恩人！你别追我了，百草。恩人，恩人，这谁啊？穿着我的熊熊。恩人，怎么了，百草？哎，百草，何方妖孽？恩人，恩人，他是谁啊？我上次骑车撞到他，他说他很饿，我就给他买了两个猪蹄儿，就是这样。恩人，猪蹄之恩永生难忘。啊，你耍无赖呀、啊、你！都走了，回去训练。走了，小英，乖。走了，杨瑞。放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不要跟过来，上野边玩去。哎，等等我，让我进去啊！放我进去！我要追寻恩人！放我进去！我要见恩人！哎，我说，你别喊了，你左一个恩人，右一个恩人，你真要报恩啊？你把猪蹄儿钱还来呀、啊！我们都穷成这样了，还要养你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吗？你想都别想！聪明的话，现在就走。住手！哎，让我进去！放我进去！我要追寻恩人！这是什么？百草，你真的打算收留这个 cosplay 中毒瘾患者？我怀疑他这有问题。可是他钱包被偷了，我怕他流浪街头会被饿死的。跟你有几毛钱关系？那饿死总比咱们穷死好。可是就是这样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追随恩人，恩人在松柏，松柏就是我的家。真不要脸。
我们松柏道馆不养闲人，懂吗？本人，我能留下来吗？都说了松柏道馆不养闲人，不过你想要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。以后松柏道馆所有的卫生包给你了，知道吗？是女侠，多谢诸位收留之恩。百草恩人，我们习武之人一饭之恩当永生相报。涛日，我定做牛做马。哎，你先别说做牛做马那么远的事儿，先把目前的事给解决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儿是道馆，不是玩 cosplay 的地方。换身道服。飞鱼行走江湖，这身衣服已经没钱买道服，你就说没钱好吗？被你发现了。哎，你背这个管制刀具到处走来走去干嘛呀？哎，非也非也，请上前看。这不是一把刀。哎呦，什么烟花十里，红尘万丈，掩不住英雄泪，美人伤。遥想当年，两两相望，叹如今伞下独行，孤影难成双。其实我是为我心爱之人而来的，他在我心中就是……哎哎，你们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告诉你个常识啊，人呢站在伞下是没有影子的。没有吗？还孤影难成双。哎，我这有影子啊，这。周三、周四22点，《旋风少女》第二季。小姨，二少女红尘，二阳神手气百草。好了，我的草莓发卡不见了。这个时候你找什么发卡？姐，我现在回去找。我现在去帮你找，你就安心在这里准备比赛。一定要记住，比赛是你在打，不是发卡在打。